住他！抓住他！他是假的！拦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药浴方子配好了。好了，属下配的药和化兽这里的天然温泉相融，或可助大王调节好状态，面对公主。试试看吧，有用最好。大王，还有一事，公主似乎想要逃跑。红袖此刻在王宫里面一直上下寻找的，我听守卫说公主应该是往王宫东门城中方向去了，要不要属下命人去拦她？不用了，她昨日受了惊吓，我也料到她今日会折腾折腾，我亲自去看看。这药浴等我回来再泡也不迟。是。今日的巡防任务至关重要，你们俩负责城东，你们俩负责城南，城门这边交给我。记住了，务必要提高警惕，保持戒备。站住！算命的，说你呢。将军，您叫老夫呢？哎呦，我这个老糊涂耳朵有点听不太清楚了，将军莫怪啊。把你的照身帖拿出来看看。啊，照身帖？哦，您说的是身份证啊。哎呦，稍等稍等啊。胡半仙，化兽成算命先生。正是小人。出城干什么呀？小人准备去林中夜观星象，占卜福祸。走吧。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他是假的！拦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我才是真正的胡半仙儿！你这个江湖骗子，都一何在？对不住了啊！有人出了更高的价钱。你我是大夏长公主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公主的确聪明，奈何大王更加英明。少拍马屁了，等我去药浴了。好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根本听不懂。你到底是何人？说出实话，饶你不死，否则就地正法。哎。